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会的暴力对决，混账皇双魔王带着他的四个儿子啊，那叫什么来着？这句红孩儿，哎，对，超级红孩儿，上的是一个盘丝武装双魔王啊，一把虎阵，对面这个阵容就见的比较少了，四宝一法系，女儿武装化身地府再加魔王，整了这么一个四宝一法系的这么大呀。我看魔王如果点的那个秘传法术是三昧真火的话，点的也是秘传飞沙走石呀，那你这地府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啊？那还不如上个普陀山，因为你上地府其实虽然地府的毒啊，地府的鬼眼、黄泉之息啊，这些都是有作用的，其实说到根儿上，上地府还是为了一个小死猫啊。其他技能有作用，但是那都属于是锦上添花的，核心就是小死亡呀。你如果点不了人，你这地府就没意义了，那这上个普陀山不也香的吗？还能配合这么一个法系，恢复能力也比地府强。看看对面这个思路能打出一个怎样的效果吧。一把三飘又飘中一对儿，笑一笑开始控愤怒，但是对面的罗汉也盖出来了，那应该武装罐点的那个强罗的经脉啊，应该是点了修心强罗经脉，每场战斗只能使用一次。哎，一个无穷大直接就来了，这无穷大也厉害的啊！当然观战方双魔王啊，有人家是两个魔王啊，这无穷大的概率会更高，对面直接上天地了。嗯，既然你选择了双法系的阵容，又选择了用法宝宝开场，那天地同寿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当然对面这个天地上早了，怎么着也得等个罗汉结束吧啊，这现在有罗汉上这个天地没有必要的。再给笑礼，一把金青把小爽解掉，亲三弟，秘传，再来个秘传，顶着罗汉就把秘传给放了。继续效力，效力一下，
那无穷大只有秘传法术的时候才会出啊，那可不是说任何一个群秒都有机会无穷大的啊。我那天看评论区有个小伙伴说，这无穷大概率好低啊，这其实这个玩意儿咋说呢，那它不是每一个群秒它都可以触发无穷大，所以本来秘传的 CD 它就长，基本上大概是个三四回合吧啊，因为它有一些经脉是减少那个秘传法术的 CD 的嘛，秘传法术本身的 CD 时间是很长的啊，我记得是八个回合啊，还十个回合来着，本身的 CD 是很长的，它有一些减 CD 的经脉，基本就是四个回合左右吧，差不多就可以放一个秘传法术，所以这无穷大概率就不低了，可以的了。基本上你三十回合的比赛也就能用出秘传法术用个五六次差不多啊，因为你有的时候还要放个特技呀，对吧，被人家控一控了啊，让人家控制一下什么的啊，你基本上也就能放五六次啊，能出那么一两个无穷大就可以了。赶紧补个灯，地府躲一躲，继续给金辽没给上，武装官现在被压着啊，化身寺再来把舍身取义，主要是关家欢一直这么群秒也很难控得住对面的愤怒啊，再来个秘传没出就那再来一个也没出无穷大，但秘传法术的伤害会高一些。其实可以参考一下之前，我记得22年了吧，22年年初那会儿啊，一把刀，22年年初那会儿，珍宝阁玩过大概两三个月的双神木啊，那个时候他们玩双神木，其实控制愤怒就一个原则。啊，就一个原则，就是我在放风卷残云的时候，你只要没有罗汉就可以，其他时候我不太过多的管你，比如说人家有一个四五层的风铃了，哎，我要放风卷残云了，这个时候我只要把你的愤怒控好就行，你如果想把他全程的愤怒都控制住，这个很难实现啊，尤其是当你自己还没有依宿的时候啊，这个确实不太好实现。你如果说，哎，我就是要放秘传法术的时候，你没罗汉啊，只有这么一点点要求的话，那这个愤怒控制起来其实会容易一些。不要过于苛求自己嘛，你完全控制罗汉这太难了。手抓把这红孩儿给你抓掉，复仙蛛丝再进一下药给到女儿村，两个酒没了，金辽给上，
哎，罗汉又改出来了，对面现在恢复有点跟不上了啊。哎，那武装怪也可以把灯切一切啊。哎，要不说他上这个地府不如上个普陀山实在啊。继续针对你的天地啊，有善恶可以适当的出出善恶啊，好像也不错。幻战皇秘传 CD 又到了，但对战皇现在还是有罗汉，然后还有俩天地同兽，你只能秒三个啊。效力，哎，这个效力算是白给了，毕竟对面刚刚放完金青的嘛，鬼眼打伤。魔王还得起牛劲，秘传 CD 到了就用3700，现在把关凉风这引弓给他杀了。装还有一个秘传法术呢，再来个秘传。哎，这也不出无穷大呀，这么看来好像这概率是不太高啊。这场比赛概率就不高啊，就对面出了一个，剩下的这三个魔王呀，啊，这毕竟是三个魔王。这个输出有点高，把化身死也给敲死了，对面这天地现在不好放了呀。先清掉这个，保护一下，继续针对你化身丝啊，避了也打不动。哎，现在对面所有的天地同兽都结束了，打天地了，开始来控制一下哈。鹈鹕，小东西啊，竟然还有鹈鹕。
先把这宝宝清掉，你再上天地也不晚。罗汉在干，靠古典厅来杀一个，试一试威力啊！力劈打了2600，这打不死啊，打不死。后边真心一剑啊，什么的，哎，三个技能吧。秦三爷又差一点点秘传法术，无穷大出到了宝宝身上。哎，终于是出了个无穷大，对面宝宝都没了。嗯，背面这什么意思啊？放弃了。好像是放弃了，哎，放弃了。但是咋说呢啊，咱对面硬件怎么样，打得好不好咱先不论啊，他这个阵容肯定是有问题的呀。感觉这套阵容打帮战不错。啊，这套阵容打帮战可以啊，去帮战里边耗一耗对手的时间啊，拖一拖对面的比较强的一些队伍，还是不错的。二打个二三十回合也能拖个半个多小时呢啊，这打帮战行了。